哥，你不想要那小院啊？那有你早说呀！那你赶紧给爸打电话，你跟他说你不想要那遗产，你跟他说把遗产改了改，把房产分成三份。我听明白了，方老三，你今儿来呀，不是来给大姐争房产来了，你就是来给你自己争这房产来了。你少碰我！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我都已经想好了，我的那房，我一分钱都不要，我全给你们家这大房子还房贷。呸！你有本事就想的，我赔你了，就赔你，我心里我都不信方老，呸！你小子是猫胡耗子假慈悲啊？鬼才相信你说什么玩意儿？咱老黄怎么出你这般样狼啊？不是方老，我好心好意，什么好心？让你别想，你少管自己什么好处，别老乱。你小舅有点错了。 拿大姐说事儿，我能信你啊？方乐，跟你闹清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大姐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真的，你别跟我废话。谁让我给大姐说事儿？不是，不要跟你吵，不要跟你吵。我们家不留你，你找不到是我家，我不留你。你找你媳妇儿出去，去去。哎哎，不是，方向你说狗呢你啊？咬咬你！你再去一遍。就咬咬你，怎么了？媳妇儿，你给我起来了，马葫芦早醒，我回去吧。不用不用不用。啊？ 继续啊！啊，别委出来，你们就不说了。媳妇儿，再睡会儿去。你闭嘴！接着说呀。你都听见了是吧？你闭嘴！你闭嘴！你让他说。说呀，我人在这儿呢，你不挺能说的吗？不说了。成，不说我说。 是，爸是给了我们一笔钱。因为以前我们要养房子，现在有了孩子，还要养孩子，负担太重了。可那笔钱我们一分都没动，现在还在银行的卡上好好存着呢。还有你说遗嘱的事儿，当初立遗嘱，咱们谁都不知道。 遗嘱的内容也不是我们支持爸写的，你放心，这小院和钱，我们俩都不会惦记。行啊，你们夫妻俩这戏不错啊，一个人唱红脸，一个人唱白脸的，好演员啊。 可是我怎么就那么不相信呢？你爱信不信？就你们俩那家底儿，买这么大一房子，这地段，你还房贷都吭哧吭哧的，说什么养孩子呀？没点家底儿撑着，你敢辞职吗？贾媛媛。
你把良心话都说出来，别那么虚伪，行不行？咱们俩认识那么多年了，你老跟我虚头巴脑的干什么呀？你说什么呢？你知道你说什么吗？你老那么虚伪、啊，我们俩要钱，你说我们贪财；我们俩不要钱，你说我们虚伪。那可不是，这合着好的话全让你也说了，是不是啊？我说的啊，行，我告诉你，方向，你记住了，你记住了，今天我把话给你撂这儿，爸，那个小院跟钱我要定了。我们要定了，你管得着吗？坦荡吗？坦荡吗？大方吗？对。高兴了吗？你说什么来着？大方。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？你们俩是不是从结婚开始就已经看上我爸那小院了？一定是，你们俩从结婚开始就看上我爸那小院了。你非得跟我装这个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金钱就是最好的试金石，一试什么样的人就都知道了。这话你说的是吗？是我说的，我没听错什么？这话你说的，就是我说的。贾圆圆，我跟你当了这么多年的朋友，我真瞎了眼了，我瞎了狗眼了都。我告诉你，贾圆圆，你等会儿，你说谁狗啊你？说他，我就说他了，说你呢？贾圆圆，咱俩掰没问题，掰就掰，谁怕谁呀？就是掰就掰。可你想没想过大姐啊？大姐对你怎么样？她照顾你是不是跟照顾亲妹妹似的？大姐，你有没有要用不着大姐的小话讲？她那个情况，你还不让她有个房子住？但是小院长越来越虚伪了。我们有虚伪了，让你把人小院给让出来呀、啊！你们想什么呢？在这儿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跟你讲，方向，当我从来没有认识过你，没有交过你这个朋友，我们跟大姐之间的事用不着你在这儿说三道四的。我怎么不能说三道四了？我们对大姐怎么样？我摸着良心，你有没有让我心里有谱？那你就把小院给他。干嘛呀？别吵！我这说，写什么写呀？写。写。方老三，你嫂子有任何事，我跟你没完！大夫，你们看看我老婆孩子怎么样？啊，别着急啊，孩子能保住吗？你自己好好看看，是正常的月经。带你老婆买包卫生巾吧。你先别哭呢，我这还没哭呢。
紧接着为了安慰你爸你妈，我吹牛跟你爸说咱俩有钱有房子。有。那什么，我当初是不跟金总耍横，把辞职报告拍在桌上了，我是不是还跟方向耍横，说房子跟钱我非要不可来着？我跟他们谁都耍不起横啊，我就还能跟你耍耍横。这下咱俩拿孩子骗钱骗房子罪名算是老实了。来了，怎么样？什么情况？月月，乐乐，怎么样？大姐，没孩子了。就什么呀，圆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你就别逼他了，心里齁难受了这会儿。嘿，都在这儿呢啊！爸，哎，看圆圆的吧。哎呀，就应该这样，兄弟姐妹之间啊，有个事儿得互相照应着。我看见你们这样，我就高兴。看给我大孙子带什么来了啊？西洋参炖老母鸡。哎，西洋参是同仁堂的，老母鸡呢是刘大妈家的。你们看看，这汤炖的啊，有水平吧？啊，肉全炖化了，看看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爸，都是我的错。行行，你打我吧，我害得圆圆流产了。流产了？这也不是怪你。不是，怎么流了呢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？不是，怎么流产了呢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大孙子，我说没就没了。这也不愿意想想，这是个意外。不是，当时怎么回事？你说话呀？都怪我，都怪我。我跟他吵架了。不是你吵什么？你这时候你找什么呀？你打我！你疯了你啊！千万别想想，别再说了。你瞧瞧，你这就流了，怎么回事？到底是啊？说话呀，怎么回事？你说说怎么回事？说，都说清楚。哑巴了？都哑巴了？我这辈子清清白白做人，老老实实。今儿我不抽你，啊！爸不是说不疼你，该你的，爸一定给你留着。你不应该跟你二哥二嫂闹啊！爸，我错了。要不
不能说都是你的错，有些事情我也是没想明白。你不是不想要孩子？不想要孩子就别要了，我也不逼你了，你怎么高兴你就怎么来，你高兴我就会满足了啊。老二啊，圆圆为咱们家生孩子这事儿走那么大岁，你得好好对待人啊。圆圆，哎，爸，是我们方家对不住你，我在这儿给你道歉。爸，你别这样，孩子不是没了吗？没就没了啊，你别再惦记着，好好养着，养好了身子出去好好工作啊，做出点成绩来，别让你爹妈失望。老大，说实在的，我最对不住的是，你说你的难处苦处，我今天我才知道，你千万别委屈了自己，你委屈自己我心疼，是我把你逼到这个份儿上的，我就是一混蛋，我就是一老混蛋。爸，别说了，什么也别说了。今天我当着全家人的面，当着你妈的在天之灵，我宣布，从今往后，咱们老方家就不生孩子了啊，谁也别生了，咱们老方家这根枝儿就算断了，我方大成从今往后就断子绝孙了。爸，白医生，挺麻烦了啊。别跟我客气啊，对吧？人没事就好，就当做个全面体检。是，人老了跟个孩子似的，多理解吧。理解。那行，那你先忙啊。好，有什么事找我。嗯，好好好。爸，你醒醒。睡了多长时间了？爸是累了啊，让爸多睡会儿。你们都回去吧。是，我们回去也待不踏实，让他们俩回去吧。哎，圆圆，你怎么也来了呢？乐乐，你快把圆圆带回去，你现在得躺在床上好好静养。没事，大姐，我你这叫坐小月子，怎么叫没事啊？我真没事，大姐。哎，大姐夫，白云怎么样？张医生说没什么太大问题，年龄大了嘛，血压有问题，就是多注意休息。爸，您听我说话吗？爸就那么一动不动躺一晚上吗？你没上厕所什么的？伟东，我去检查你。爸，你上厕所了吗？爸，你醒醒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爸，医院只让一个家属待在这儿，都回去啊，都给我回去。走走走。爸就住一晚上啊，明天就回去了。爸，我错了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圆圆，你回家好好躺着。爸，你真不想上厕所呀？我就带你，来带你啊，照顾好圆圆。对，好了，送下啊，我送送啊。这我也不送了，我还忙呢啊。你慢慢走啊。谁？我们是王娘。都说老小孩，老小孩，真是越老越小了。您这是跟谁怄气呢？是跟我们还是跟您自个儿啊？嫌我们孩子都不孝顺，想一辈子都不理我们，还是觉得自个儿没出息，怎么说着话就倒下了？愧对了战斗英雄的称号。哎，要说您还真是啊，怎么说着话就倒下了呀？您说您这平时追你那个宝贝儿鸡都能追出好几条胡同，怎么突然像林黛玉似的弱不禁风了呢？不过你也别心里过意不去哈，毕竟七十多岁的人了，有点小病小灾的也属于正常。你要是这么老不理人，老装植物人可就不对了。还不理人呐？那我可就真的要掐了啊！你敢？别动别动，打着点滴呢哈。来来来，喝点水吧。不喝。
你这大半天的不吃不喝的，胃受得了啊？跟你说啊，别拉拢革命老头，都走，都给我走，别在我眼前晃悠，看着我就眼晕，走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啊，就我一人，睁开眼看看，别硬撑着了，喝点水啊。润润嗓子啊，来，你呀、也就会冲我嚷嚷。刚才他们在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发火呀？刚才我植物人了，不是现在对你心平气和的吗？你刚才高压的时候都198了，低压120。别说啊，再说250了。我还不知道你是为了什么呀？为了什么呀？我谁我也不为，我就为我自己。从今往后，我还就为我自己了，谁的心我也不操，谁的事儿我也不管，我就为我自己。哎，你说当初啊，我怎么就没想到这点呢？我要是早这么想，我就不会得血压高了。哎呀，有什么呀？不就是老方家第三代没了吗？没就没了。他们不是不愿生吗？不愿生就别生，大不了我们老方家断子绝孙了，吓唬谁呀、才不怕呢，还好了呢，欠我这钱我省下来了，我谁也不给，我自个儿花，我天天吃肉夹馍，我买名牌李宁的，我买鞋我买那勾的，是耐克的啊，耐克，来来，我买耐克的，好，我也买一个名牌挎包，左肩右斜，我背着我去旅游去，我第一站我就去房山周口店，我去看我们家老祖宗去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在手术室，马上有个手术。你在手术室呢？哎，你先回家吧，别等我了。歇一会儿，干嘛呀？喝的是酒啊？没有。老姐，你还想不想看了？你居然在医院里喝起酒来了！我歇一会儿，谁喝酒了呀？没喝。你嘴巴里一股酒味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医生，我身上有酒精味是正常的，好吗？我知道你自从壮壮走了以后，你一直在偷偷喝酒，我都没有说你。你在家里喝就喝了，你不能跑到医院里喝呀。你俩救命吧！干什么？你不能这么出去！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你不想干了是吧？我是不想干了，我不想干了，不想干了，行了吗？行，不干我也不干。哎，咱们一起喝。你干什么？你这是？媳妇儿，哎，还有我说你在床上是不是？
听我说啊，王叔，你听着，咱们这个时候真的不能把这真相跟大伙说。听我的，听我的。我凭什么听你的呀？你不让我打可以，你先自己给大姐打电话。你把我假怀孕这事儿，就根本就没怀孩子这事儿，你给我告诉他。我瞒不住，我告诉你。那我也不能说这个事儿，这事儿跟谁现在都不能说。你告诉我，我怎么瞒？我不打这电话，我怎么瞒？别激动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从明天开始，老公陪着你，每天早上起来默念一万遍：我怀孕了，我要流产了，我怀孕了，我要流产。哎，真的，几天你就相信了，特别灵。你都想什么呢？啊？我这样像跟你开玩笑吗？跟你瞎贫呢，瞎闹呢？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？爸现在还跟医院躺着呢，是不是？那方向跟我闹掰了，你也看见了，跟我吵成什么样。你把电话给我，我今儿电话我打定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听见没有？真不能打，媳妇，真不能打。行，明儿早上我就把你们方家上上下所有人都叫来，我就在这屋里，我就跟这张桌子上，我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我把这事儿给说清楚了。不是媳妇儿，你说得清楚吗？啊？你想想，这事儿你但凡说出点屁来，咱俩真的都变成假的了。大姐，我三，大姐夫上北疆，这怎么想的？咱们俩穿一条裤子合起伙来骗我爸小院这事儿，那就落实了。咱俩成什么人了？是，您没关系，您又不姓方。我姓方，我还得在家里待呢。我横不能回头，我跟您随姓贾去吧。我该说话我都说了，这电话呢，咱不是不能打，但不是现在，要好好试试。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那你说吧，那还得瞒到什么时候啊？那至少瞒到你恢复工作，官复原职，回电台。等那之后，咱们再一点一点的告诉大伙，不就完了吗？让你再想想，媳妇。哎，你回电台上班去，必须得经过上北京吧？上北京算是你领导了，你别忘了，上北京还是那把你气得流产的方老三的老公啊。啊，方老三现在不知道你没怀上孕，他就知道，哎，他来咱家吵了一架，哎，把他嫂子给气得流产了吧。既然他已经把这个责任给承担下来了，索性咱就让他担到底下。你说现在这个时候，你当着全家人面一宣布说我就没怀过孕，方老三能受这委屈？回头那指不定跟那上北京怎么吹那枕边风去呢。上北京什么样人你又不知不知道，娘们唧唧，耳朵那么又软。那就算你回头回电台上班，那小鞋不一双接一双接。行，别说了。走。你这孩子现在是没了。流产了。流产了。这工作我也保不住了。掉头。咱那踏踏实实回家等着吧，到明天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多话？我让你掉头掉头。我二哥家。嗯？去方这家？我要跟圆圆说清楚，我不是有意的。你干嘛呀？开车啊？你要听我一句劝，现在就别去找他，啊，等大家都冷静下来，好吗？我要不听呢？回家再说吧。哎，我说上北京长脾气了是吧？我跟你说话你就不听了是吧？我要去我二哥家，你给我停车，你听不听着？你听不听着？不就不跳车？我跳车了，我真的跳了。
你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呀？吓死人了！你快上车嘛！你别去，你现在去就是给圆圆添堵啊！我怎么添堵了？我要不说清楚，我心里堵。你要真的会说话，这事儿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你肯定是暴脾气一上来，冲了人家里又是挖苦又是挤的，然后就把圆圆给气着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没有说那些，我只是跟他好好的摆事实、讲道理来着。您就别客气了，您是那摆事实、讲道理的人吗？我都不用看我就知道，你肯定又说方乐钻钱眼里了，惦记咱爸那小院了，对吧？然后借着给大姐出气的机会，把你心里点小憋屈一股脑都拽人脸上了，对不对？我没有，我就是瞧不惯我二哥什么好事都把着那个样子，而且我大姐确实挺不容易的，再怎么乱那小院也应该是我大姐的。天真呐，太天真了。你这么想，那别人能这么想吗？啊？你觉得是你是在替大姐说话，那方乐会这么想吗？那圆圆的脾气，那肯定就得跟你呛起来。一着急，什么话都敢了说。哎，你说没说人家贪财、没良心？哼，说没说人家虚伪？然后就开始说狠话，什么绝交了，老死不相往来呀！没有，这个话是他说的，我怎么说？别犟嘴，批评你虚心点。你说这后果多严重啊！这圆圆要是有心脏病，那你气出心梗来。知道错了。走，你这小暴脾气啊！以后真得好好改改，啊，逮谁跟谁急，这不男不女的像话吗？尤其是对我，啊，以后你得做到尊重、爱护、再尊重、再爱护，明白吗？走。您又碰上流氓了？碰。您家是不是住流氓窝里了？怎么天天都能碰上啊？讨厌！这算是为民除害了。那我就先为民除了你了。来的，有人说要为民除了你的时候，我就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呀？这是我单位。不是你不是刚什么呀？就我刚才说的，大家都记住了啊！来，抓紧干活了。哎呦，圆圆，我可真羡慕你啊！我说你怀孕怎么连反应都没有啊？哎呦，我那会儿三四个月的时候。水都吐，这事儿啊，关键得看人品。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没听清啊？那我再重复一遍，要官复原职。姐，您刚辞了，辞职报告上老金都已经签字，马上送人事部了。所以我才来求你啊！找我也没用啊！这，人家复播才刚刚……什么叫人家复播啊？啊，叫得够亲密的，谁跟你一家人呢？你老婆谁介绍给你的呀？怎么着？你跟小飞象合了？我跟他合不合，跟你有关系吗？瞧你刚刚在底下那德行，不犯贱你会死啊？谁犯贱呢？是他犯。我警告你啊，别到时候逮不到狐狸，反惹一身骚。有长那么朴实的狐狸吗？嘿嘿嘿。哎呦，
再生小飞象的气了，他就那脾气，我已经狠狠地教训他。花了你多少银子呀？别提了，半年奖金都没。她就是个大小姐，嫁给你之后，你还惯着她，她现在越来越不像话。哎呀，我这不是比她大吗？你就让着她呗。嗯，这话我还听，说的像个男人。不过你评评理啊，你说她凭什么冲着我来呀？你可没看她那天那劲儿，这好，这嘴一撅，眼一瞪，腰一叉，呵，这小剑嗖嗖嗖的往我心口上射，都想得出来。我告诉你说，也就我这好脾气，我让着他。你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行。哎，您但凡有一脾气好，也不至于这样。嗯？啊，不是，就是你们俩要不是这么投脾气，她也不能成为中国好闺蜜。哎，就扯哪儿去了？不是说我的工作呢吗？我的工作，我的工作。告诉你们听好了，你现在眼下最重要的任务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啊，你要帮我把主播的位置给抢回来。圆，这个小富呢，他刚刚上岗啊，你呢又刚刚那个什么，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身体养好，身体是太重要了啊。这个事儿啊，我觉得工作的事儿咱们得从长计议。哪有时间从长计议啊？你刚刚不都说了吗？我的辞职报告已经送到大豹子手里，已经签完字了，现在往人事部正送呢。真送到那儿，就什么都来不及了。你赶紧的，你帮我想想去吧。你动动脑子，你动动脑子啊！行，好好好。无毒不丈夫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》，用人单位不得辞退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啊，不是女员工。行啊，老尚。没事，你还研究妇女权益保障法呢。哼，看哪天你就变弯了。谁呀？得了，谢了，我走了。你干嘛去？找大 boss 聊聊天儿。啊，你跟人好好说啊，多戴点高帽，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。我告诉你，我贾圆圆是有原则底线的人。总，您在这儿晒太阳呢？对啊，晒着太阳。怨不得我找不到您呢。您都这么黑了，别晒了。晚上我要上来，你要不呲牙，我肯定找不着您在哪。怎么说话？金总，先去工作吧。那什么，我收集点东西哈，您晒着，我给你念啊，你有一搭无一搭听着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29条之规定，女职工在孕期、产期、哺乳期，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》第27条之规定，任何单位不得因结婚、怀孕、产假、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，辞退女职工，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。这还有个劳动部的啊。第一条，女职工怀孕不满4个月流产时，应该根据医务部门的意见。圆圆，我能插句话吗？不是，金总，其实我收集这些吧，都是为了您好。您说您这么大一领导，对吧？到时候干了违法的事儿，那警车嗷嗷嗷一来，把你哐啷给铐走了。多难看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》第27条之规定，用人单位不得在结婚、怀孕、产期、哺乳期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，辞职女职工。您能背下来呀？太棒了！要么说您是我领导了。还有后半句呢，你为什么不念啊？后半句。女职工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或者服务协议的除外。你看这还得翻篇吗？我这，要不说您厉害呢，我就只能当您手下一小兵，听您的吩咐。圆圆，那天你把辞职报告摔到我办公桌上的时候，您可不是这态度。我那天不是起猛了吗？一下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。你行了，别找辙了啊！你不说过你不后悔吗？
特别后悔，真的，我这些天就感觉没着没落的，整个人走在街上就跟丢了魂似的，我就怕以后再也碰不到像您这样平易近人、睿智过人的领导了。你少拍马屁，我不吃这套。金总，我这真不是拍马屁，我这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。就算你说的是实话，我自己的工作我清楚，当然有干到位的地方，也有不足的地方，也有缺点。缺点您没有，您有，他在我眼里他也是优点。不，等，圆圆，你说的是什么什么缺点变优点，优点变缺点那句话，再说一遍。就是我说，缺点在您身上，都成了优点。我想起来了，当年我在部队的时候，首长就这么夸的我。我跟你说，圆圆，其实你这人不错，就是脾气太急了。孕妇时而天使，时而魔鬼。理解，特别理解。我跟你说，圆圆，当年我媳妇怀孕那阵儿啊，天使我是没看见，全是魔鬼。我，哎，咱不说他啊，不说他。你的辞职报告，你听我说，我也签字了，但是我愣是没给人事部门。我就想找你再谈谈，看有没有回来的余地。碎尸万段了，金总，您愿是我的领导，以后您指哪我打哪，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，您让我从这儿跳下去，我立刻就跳。别跳，我立刻就。行，打住，戏过了，你的戏过了啊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圆圆，你身上还真有这个军人的性格，军人的这个不是太夸张了。金总啊，那我能回去工作了吧？行，去，快去，快去。谢谢金总。啊，哎，等等，圆圆，那个富哥刚接替你的工作，再说你现在是孕期，不太合适吧？没事儿，孕妇那书上写了，就得多活动活动，不能老待着。您要端茶倒水，然后桌子脏了擦个桌子什么的，我都帮您干。这又夸张了，又夸张了啊！我能舍得用你这么大主播给我端茶倒水的吗？你这样，你先回到你们组啊，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。关于主播的事儿啊，容我再一步步帮你，好不好？谢谢金总啊，去。那您继续晒吧。啊，是晒。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美丽，可惜这个世界还有很多问题。 Chérie， 我无能为力，解决问题要靠你自己，宝贝，你要懂得，世界美丽在你心里，在我心里。这个世界有更多的问题，幸好我们心中仍有美丽，宝贝，只要学会宽容善良，智慧坚强，宝贝，只要唱歌
你会美丽，你会快乐，你会懂得。